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明星都在背的 LV 双肩包，这就是我的第一款大牌双肩包，真的很好看。当时啊，我发了很多个款式给我的智囊团的朋友们挑选，奇怪了，怎么大家都选中这一款呢？你们是知道它最贵吗？挑选 LV 双肩包，我真的经历了很多的心路历程。本来我是看中这个样式的老花款，当年小齐一背出来的时候就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记得汪东城好像也有一款，罗云熙的是灰色棋盘格，乔振宇的是水波纹款，但是上身后我发现我不够高挑，驾驭不了。第二款是这个方形款式的老花，方形真的很特别，但是有点死板的感觉，就没有选择它。第三款是黑色和老花拼接，会稍微低调一些，真的挺好看的。我记得刘昊然背过类似款，易烊千玺和邢昭林的是黑色老花款。不过呢，我的智囊团的朋友们还是说这个压纹立面牛皮的这两款看起来更加的低调而又高端。好像李斯丹妮也有这个印花的双肩包，当时呢是有两个款式选择，我是选择了这个稍微小一点的这一款，因为它也足够放14寸的笔记本电脑，再加上短途出差的一些物品，上身效果非常的百搭，黑色真的是 YYDS。 但是这个包有一个小小的 bug， 就是它的拉链部分啊会有轻微的磨损，当时呢也给我看了好几个包都是有一样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设计就是一拉就有点小小的容易让它脱色，就看各位能不能接受这一个小小的缺点了。那买这种包的体验呢，就是麻花变金卡，提着一个很大的购物袋在商场里走，非常的尴尬。还好当时我没有去坐地铁，坐的是智囊团朋友的汽车回的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种草视频呢？因为就是当时我在选包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发现网上面提供的选择参考建议并不多，所以这个视频出来也希望给各位男士朋友在选双肩包的时候能有一些小小的参考方向吧。